你是神预测的高手吗？来试试看这款星际对战手机游戏 Game of Skulls。 游戏将经典的多人派对桌游谁是牛头王改编成两人对战玩法。开局时，系统会随机抽出四张卡片放在场中间，卡片上将有着数字1到100以及数量不等的骷髅头。接着我们要选一张手牌和对手同时翻开，此时由数字小的一方将牌放到场上数字小于自己的牌堆上，但如果你的卡片是第6张牌，就必须把前5张卡片通通收下。当你的数字小于场上所有数字时，一样必须挑一堆牌收走，最后收到最多骷髅头的人就输了。就看你是不是能猜到对手什么时候想坏坏咯。